这是惠灵县政府的金龙福地，它不只是一张白面的纸而已，拗起来就变成立体的装饰品。设计的想法来自北港朝天宫。北港朝天宫的龙柱啊，是那个我们非常有名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用祈福的概念来做这个设计啊。那其实这里面这个部分哈、啊，这两只龙是很有典故，这两只龙就是我们那个妈祖正殿前面那两只龙，我们最后看是平的，但是我们折起来的时候就会像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龙柱。为着和惠灵县的福地和别人无同款，在印制的时阵，佮用了特别的技术。这是我们用目前台湾非常成熟，就用镭射，所以仔细看里面有所谓的云岭的云的云纹、镭射纹，上面再加局部上方的云岭的纹，也说这是代表云岭县才有的。充满吉祥意义的龙条，要让民众在新春摕到多一个好吉兆。想要收住的朋友，爱详细听下来这段话。就是红包袋部分，我们会在大年初一，哦，大年初一由这个民政处哦统一，由各我们县府的一级主管，在20个乡镇公所的一个寺庙里面，会统一来发放这个红包袋。除了金龙福地以外，管护哥准备祈福春联，送到各乡镇市公所以及亲民空间的服务中心，让民众来收取。希望大家新春拢有新气象，欢喜过新年。记者林依林，彩虹报道。